老师，等一下，小朋友，我觉得刚才嘿嘿嘿吼，我们来学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老师，我们只要那一段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带我们唱哈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起，我们一起哦。咿嘿吼，嘿嘿吼，咿咿嘞，我们一起来。洪琦老师，我们要重复再一次哦。再一次，嘿嘿吼。哦，就这样啊。我以为他骂我说还要唱吗？你们好棒啊，爷爷奶奶还有我们大人都给你们拍拍手，加油！校长他们好可爱哦，您辛苦了哈。老师也辛苦了，洪琦老师也辛苦了，幼林老师也辛苦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中场休息10分钟，谢谢大家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休息了一下，掌声更热烈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半场的第一位出场的是我们的雄女合唱社哈。那么在这里先给他做一个简短的介绍。2009年获邀世博园两岸情上海的世博会两岸千人歌会，2016年高大宜音乐中心儿童音乐剧《布农英雄》演出，2017年获邀《我期待当钢铁人遇见高校生》中钢雄中雄女合唱联合演出。这些活动他们都非常的出色，那么也在暑假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，雄女合唱团真值得动人的歌声。那么今晚我们就来欣赏，首先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指挥周艺林老师，我们的伴奏郭子嫣老师。第一首为我们带来的是 Sing Lullaby， 这首英文歌曲我讲的可能不标准，但是我会讲国语，海豹摇篮曲，掌声欢迎他们。